铃铃铃，上课了，同学们快坐下。我们都是三好学生。百猴骨这里面拓印的地方，什么是拓印？拓印是一种古老的印刷术，发明于东汉汉灵帝时期，因西平石经的刊刻而发明。拓印是对雕刻的或石刻的表面的手工复制品，其方法是将一张纸紧紧覆盖在作品上，用黑色或彩色材料拓印。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把纸盖上去，按压边缘，往纸上喷洒水，拿起刷子刷啊刷，然后就会得到这样的纸了。把布盖上去，然后像这样打打打，一直打，大家都非常认真。继续吸干纸上的水分，最后一步，均匀按压墨水。哦耶，完成了。走走走，去吃饭了，好饿啊。吃饭的地方也很漂亮啊。早安嘛，今天好冷。前往桥西村了。这里也好漂亮。太美了。这里的第一栋房子，它村庄里面是一个村口啊。村庄里面呢，这第一栋房子呢，看起来就还是新的了。讲解员讲解中，潺潺流水，继续讲解，然后看风景，好美的设计。必须拍点照片。接下来是照片叠叠乐，12345，哈哈哈哈哈。偷拍咔嚓，雁南飞梦中情。茶亭，钓鱼台。